云林北港这个母亲靠着面线糊辛辛苦苦地把一家四口养大，没想到大儿子却突然离世，一夕之间担子落在自己身上，小女儿完全没有心理准备，也只能努力地撑起老摊，撑起这个家。一碗面线糊看得到最坚强的努力。比较粗重的工作啊，哥哥他们都会帮我。我这个餐车啊，餐车就是一零七的档啊。他从阿公开始做的时候，阿公他们就是推着车去庙里，啊，到现在这个车还是在这里。现在就是我二哥在送啊，做档的，嘿啊，天也未光吼，我就爱送啊，六点的时阵就送来家，嘿啊，可以卖早餐。可以卖到卖午餐，以前还更早。清晨阳光洒落，一抹寂静被伴随的钢杯声响给划破。朝天宫旁中秋街独有的街边风情已经驻足了五六十年。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四十五十五五十五个一三五一百九，米线要较咸呢，好。文火慢劳的面线越来越糊，不时得来回搅拌。大姐总会贴心在一旁提示客人点单，小妹熟会就熟练地打起蛋，舀勺面线加以搅拌。我卖的东西虽然简单，可是它灵魂在这里。它的那个卤肉、肉燥，还有卤蛋白。外地来的年轻食客蜂拥而至，兴奋地享受专属在地人的早餐。阿公是这边开发这个产品的人，简单，有家的味道，喜欢你这句话。一碗面线糊配上一碗油饭，对自己好点，打上一颗蛋，外加在地限定的卤蛋白，五根手指头数得出来的菜色。不仅仅是霸占味蕾超过一甲子，还是老中青三代通吃。有卤蛋，有贡丸，对，肉蛋白，哎，这个我克制的了。克制的话，哎，这克制的，哎，阿天，常常来吃，老板娘都知道，哎，所以来都不用讲，他就会自己装了。你要先去拜拜，还没。先吃完，怕他卖完了。对，很害怕。你是有扑空啊？对，扑空一次，上次是扑空，半年前吧。这一个面线羹，再打一颗蛋，就是营养还蛮满分的。我父亲也是北港人，那从小也是吃到大的一间。他带你来吃？对。所以你现在又自己跑来吃？对。被快木桶温存的糯米饭，一掀开就有着令人满足的米香，淋上肉汁，带点肉块，稀里呼噜一下子就进到肚里。过去摊上有三娘子的身影，但妈妈年纪大，现在专责后场，前场就由淑慧领着姐姐继续把阿公位传承下来。妈祖经啊，因为我在拜拜呀，啊拜拜是不是咱那个白色的米线？哎呀，家里就会有那个白色的面线，阿姨的是会甲伊起来煮，煮完了，感觉这嘛无人卖，对不？咱买使甲伊起来卖看卖啊嘞，伊较早拢塞迄种车啊，塞个车去庙的遐。没有韭菜头前遐在做行李。阿公的生意头脑影响了庄稼人的饮食习惯，更增添香客在北港的停留时间。做鱼丸啊，因老爸还是恁人讲吼，恁人讲到咧卖咯。阿姐嘛，味。我来北港，我就甲买。阿姐的味甲阿公的时阵同款。同款，无变。四点半下街啊，啊，阮新妇有来做了啦。伊拢较早过来，恁到这样十四年，
阮大哥了下手做到今嘛，七十几天了。我上无做只四十外天，要五十天了。忙碌的身影在夜色中穿梭，坐久了，闭了眼都能摸出米性。长糯米煮油饭，一粒细米都不加。你爱吃上无浸一点钟，水甲时间拢爱控制好，控制好，米就爱粒饭就较起啦。现在煮在心暖。老一辈怎么做，他不偷工，一点一滴照批纲来做。老伴走得早，许妈妈担起公公的摊子，养大四个小孩。年过七十，虽然退居幕后，但锅里的气味依旧是他在操刀。那用米粒去煮的，米油较香，较好吃，水分也最大啊。那米粒去的，一个用无外久啦，唔免好地就黏到海啦。啊，用几下会去啊？我那阵做是较俗，万外块，今嘛只要一两万，啊，不使我做了。米粒沐浴在块木桶里，短短半小时就闻到米香。许家的油饭属于粒粒分明，悠悠的木质调里还多了淡淡的肉末香。他做完了之后，他还要拌一些猪油，增加它的香气。我们连那个装也是用我们的那个块木桶下去装，本烫，我的本烫，用那个块木下去装哦，它米粒哦，真的它能保持它的温度，它的香气。淑慧是家里最小的女儿，早早就外出追求梦想。二哥和大姐理解力不好，大哥成了一家之主，却在接班之际骤然离世，这个打击母亲崩溃，更逼得她得站上第一线，把整个家撑起来。而到最后变成说必须顾的那个摊子，我没有办法离开的时候，其实也绑住了。可是家人对我的好很重要，每一个人都很疼我，每一个人都很认同我。不行啦，我不行了。家是无法摆脱的爱的包袱，也是为人母的淑慧拭去眼泪，就和母亲分工合作，外加二哥和大姐的协助，终于老摊的香气无缝接轨的继续在街头飘香。啊，姐姐啊，姐姐，她是我的助手，她虽然理解能力比较不 OK。他的记忆力真的很好，只要每天客人来啊，什么东西他都记紧，而且他一次可以记了好几组客人，对啊，都还强，比我还都还强，而且我都还需要他跟我说。化阻力为助力，二哥和大姐成了最温暖的伙伴。冬去春来，厨房外的提案，满路的黄花风铃木，有依约报道。当大家悠闲徜徉在花海时，淑慧说他们从没时间欣赏，但其实日复一日的做工，精益的努力，早就在传递这金黄花语，勤奋、积极与感恩。